爱到处放电，要的所有人都热烈暧昧。我不想被骗，不想被那感觉再咽下地让我就要无限。赶快醒醒，快睁开你的眼睛，赶快看清，他变得快要你的命。你说你输，你是我看不清，你爱我的把戏就像183 Club 为主演的偶像剧《王子变青蛙》电视原声大碟在香港举行首个签名会，吸引大批歌迷围观，歌迷的年龄也是参差不齐，有学生也有师奶，总而言之人气旺到不亚于当年的 F4。 没有想要跟任何人比较啦，因为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希望我们的原声带的歌啊，或是《王子变青蛙》，或是我们在台湾现在在播的《爱情魔法师》，都能够受到所有香港朋友的支持。那至于跟谁比较，我们从来没想过。五位帅型男在台上又唱又跳，令到歌迷不断尖叫，还用广东话和歌迷打招呼呢。哇，我又要讲一遍啊！为了来香港啊，我十年前就有这个计划，就移民温哥华，练这个广东话。没有开玩笑啦，其实我们来之前，大家都有最起码打招呼啊，或是把自己的名字练一下。可是基本上言行书的实在太难念了，就是。我觉得香港人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困难。由于现场歌迷太多，一度引起骚乱，不过歌迷们都非常听话，才能使183 Club 继续把歌唱完。我们非常开心啊，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担心这个歌迷朋友的安全啊。所以还是希望说刚才那个唱片公司有答应我们，如果大家首次去的话没有发生意外，那183会有更多时间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，我会挪出一整天跟歌迷见面。那还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守秩序，不要意外出现。此次香港行最让他们难忘的就是香港的小吃，183 Club 还亲自到茶餐厅品尝美食。他们表示以后会经常来香港与歌迷见面，由于他们工作太过繁忙，结束宣传后就要连夜赶回台湾了。